今天是去凯恩斯旅途中的第三天，我们今天在 Ailey Beach， 这是这两天住的 Airbnb， 在一个半山坡上。我们今天的计划是坐这种汽艇从 Ailey Beach 出发，游览大堡礁的中心圣灵群岛。我们上船了，准备出发。顺便分享一个关于大堡礁的地理认知，很多人都有误区，认为大堡礁是特指的一个地方。事实上，大堡礁是澳洲东北部海岸线外长达2300公里的珊瑚礁群，所以从整个昆州北部的沿海城市都可以前往大堡礁。我们今天的计划是游览大堡礁的中心圣灵群岛，这里有74座小岛组成，目之所及尽是美景。Oh, look at that. He's under the boat just here. He's coming out. Ready? Oh! Wow, 这么大的鱼，这是蓝鲸枪鱼吗？Wow! 这鱼长得好漂亮啊！ So, folks, the fish are going to be the main star of the show today. 我天哪！ As we do have visibility issues, okay? But there he is, big old George. Hey. Hello. Yeah, he's here every day. Really? Yeah, he's here every day. Wow. Ooh. 他很享受哎。你那么着急的已经下去了。你左手边，快看，全是鱼。小鲨鱼，你要小心哦。不会的，我这么大，它不太愿意咬我。它比你小。对呀、啊，还不知道是咬谁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港湾，现在去走一小段山路。吃完东西，然后看情况，就是还要不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再浮潜一下。看了一会儿，现在已经看到下面的白沙滩了，好漂亮。我们现在到了，据说是全世界最美的海滩——白天堂沙滩。这个沙滩是由纯净的白色硅沙组成，与普通沙子不同，这种硅沙比热容低，不会保留热量，因此就算是在正午走在沙滩上，也不会觉得沙子很烫。我们现在要走去我们的船上，沙滩。猫哥，我们现在是干嘛？我们在排队领饭，领盒饭。一般做群众演员的话，到点就得去排队领盒饭。今天不是群众演员，是群众，所以也得去领盒饭。副队长来了，我们的副队长。我们队一共三个人，一个正队长，一个副队长，就我一个队长。我去跳跳。喵哥有什么想不通的？不要不要，想开一点。我就是享受一下跳水的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喵哥。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是吧？对。这个姑娘今天17岁，她生日。我哥总结一下，开不开心？非常happy，就是跟我预料的还不一样。我一开始以为去大堡礁能够看到很漂亮的珊瑚礁，但今天实际上我们去的地方叫圣灵群岛，我们就是玩了岛。这个岛呢，路线也比较常规，但是今天玩的比较happy，主要是开船的小哥比较浪，把那个船开的老是要飞起。就是它比较传统，就是让你去做一下浮潜，然后去沙滩上逛一逛，看看非常难得见到的漂亮的沙滩。它虽然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不错的旅行。猫哥在准备晚餐，今天以素为主啊。
说是树下面还藏着三文鱼呢，算什么鬼？待会还有鸡，以树为主嘛，你不还不得留点辅助的嘛？来，我给你看看辅助的。你给你看辅助的，那边还有一块辅助的。哎呀，以树为主，今天他说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肉卷。啊，以树为主。对。那不需要我是不是？我剪视频呢。基本上不需要你什么。我就来处理今天的视频了。我们今天回来的很早，从海里边回来才3点多钟，然后再买了点东西，冲完凉，现在5点多钟。那你昨天有鬼吗？有。好心酸啊。啊，我以为大王在他。哪有？人家都说了，问还问有没有鬼？对。哇，太赞了。哇，里面有汤汁哎！我们要准备吃晚餐了。这是杨一做的烤的羊排，就是猫哥的杰作，里面有各种蔬菜，有三文鱼，有鸡肉，看着已经在流口水了。今晚又喝这个病毒啤酒，一毒不毒。我先来冒险尝一下蘑菇吧。为什么冒险呢？它不好吃。他对自己的厨艺没有什么自信。还可以，还挺新鲜的。嗯，好鲜哦。这是我们烤的羊排，请你把门去掉好吗？嗯，太好了，这烧鱼的很鲜。嗯，就是我感觉它再烤一会儿。可以了，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嗯、好像我并没有需要用到什么酱。嗯。来啤酒，啤酒。对。出乎意料的还挺好吃的，这个东西烤箱做饭是一件特别省力的事情，就是你把东西都弄好，加点调料，在烤箱忙活的时候我们该干嘛干嘛，我们可以斗地主。我要如果我给你炒几个菜我们今天来吃饭，那我今天就没得消停了，哪还斗地主啊，我就当地主一样被斗了，真的是。Take it easy, we'll take it slow.